对啊，今天来东海的话，我们是要来吃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我台中认识的老板介绍的，他是在东海这边，他卖的是类似麻辣鸭血。可他麻辣鸭血很特别，他是你自己拿多少，一直叠上去，你一碗就是固定的价格。你可以把麻辣鸭血无限往上叠，看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但价格就固定。我们去拍拍看，蛮特别的。对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一碗79块，然后你随便鸭血、豆腐、臭豆腐、炖排骨哦，还有萝卜。你装多少，你能装得下去就给你吃，欸、超便宜的、欸，我觉得有点危险的、欸。哦，好了，完全不浪费，哇、欸，你挖到宝了，超多的，上面都还有肉哎、欸。你注意看到它的鸭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软嫩，叠到最高的这个麻辣鸭血跟排骨，再加一个科学面还不到100，才94块而已，超便宜的。We have the whole day now just to ourselves, so we can 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.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. I said,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, 'cause it's my lazy day, just wanna lazy away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我们今天来到东海贤祖的母校。我们刚才去走了东海，被他骗的超累的，走超久的。对啊，今天来东海的话，我们是要来吃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我台中认识的老板介绍的，他是在东海这边，他卖的是类似麻辣鸭血。可他麻辣鸭血很特别，你自己拿多少，一直叠上去，你一碗就是固定的价格。你可以把麻辣鸭血无限往上叠，看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但价格就固定。我们去拍拍看，蛮特别的。哇，他没有上招牌，有啦，招牌很小，被红布挡住了。哇，那它的座位很少。到了马路口。So you can just keep trying and I'll just keep saying I don't know about that, 'cause it's my lazy day, just wanna lazy away, ain't gonna do a thing for the rest of the day。 然后它这边的话，它的点餐方式是你点一个79块主餐，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在这边加面食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的麻辣鸭血、板豆腐、臭豆腐、炖排骨、萝卜，你一碗可以装多少就可以吃多少。先弄鸭血打底，这个是板豆腐。哦，上面的那个不错哎，你那个是排骨哈，哎，很大块哎。啊，这样也可以装，可是你应该排骨放在最上面。哇，哎。你挖到宝了，超多的，上面都还有肉哎，这上面都。对，老板都把最大的鱼丸藏在最下面。哎、欸，你以前在那边读书还没有开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这样79块，我觉得超便宜的。哇，叠得满的，快掉了。然后这个是卤的萝卜，可以放着直接就。聪明啦，要先放在这边，你就不用手拿了。小心不要掉出来，掉出来是浪费。继续哦，再加，还可以，我小心，不要倒喽。你的把它弄得很极致哎，这样才多少？这样79块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加点王子面跟豆皮，你可以自己拿到这边来煮，应该直接就拆着下去放了吧？对，可以，那就把它放进去吧。然后它面有另外给你一个纸碗，所以你不会去沾到你那个煮碗的空间。哎呀，下一，别下一，豆皮跟面，好，来，加一点。然后它这边还有，我看一下，它有麻儿不辣、小辣、中辣跟大辣。蔡英祖能吃辣吗？可以。那你直接加大辣，直接大辣的，直接大辣吧，直接来大辣。你不是？是号称宜兰辣王嘛？这感觉会死人的，都不能吃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点了一杯饮料，然后满满的冰块。然后这边它有三种饮料可以让你选，有鲜果，然后伯爵蜂蜜伯爵，跟这是雷梦特调，我想喝伯爵。这超高的，来，我们挑战极限哈。我们是会吃完的，好不好？哇，哦，还可以吗？我觉得有点危险呢。
完全不浪费，79块。好，我走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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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满满的一个。我注意看到它的鸭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软嫩的，很甜香够味。它鸭血超滑嫩，很像那种人家外面那一种什么豆腐那种果冻鸭血，就是它这种消费形态好特，很新潮啊。那叫什么蒙古烤肉方式的麻辣鸭血，对，而且你看它的排骨都超大的，而且是有肉的哦。它也是让你就是夹到顶，你可以放的位置。嗯，肉还没什么腥味，嗯，好吃哎。它里面的肉还是算是嫩的，然后不会太干柴，真的很划算。然后你再配一个面，加一个面是15块。叠到最高的这个麻辣鸭血跟排骨，再加一个科学面，还不到100，才94块而已，超便宜的。它的豆皮，你上刚才豆皮上面就加中辣，对不对？有点害怕。花椒的麻辣，所以吃下去没有到很刺激。后面来了，这个是伯爵蜜香秘密伯爵，它饮料还蛮好喝的。你喝喝看。这个面呢，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加一点糖。面呢，你要拿来这边，然后它有那个汤勺。东海这边的东西超划算的，这开在台北文岛，那个店租就把它压死了。你还有饮料？店内其实我觉得唯一的一个缺点是它的位置太少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店内比较小，因为鸭血还蛮嫩的哦。好吃。饮料有水准，它饮料其实跟外面手摇饮其实等级是一样的，而且很特别是在墙上这样直接用，料加太多都还没吃到豆腐。它板豆腐很豆有黄豆香哎，好吃哎。好了，我们吃结束啦。我们一致认为这个 CP 值太高，因为它一个主餐这样子让你，它有肉嘛，排骨有萝卜有臭豆腐板豆腐跟鸭血，你叠到满，再加一个王子面，才94块钱，真的是超爽的。欢迎可以来挑战，但是不要浪费啊。因为如果你叠太高掉在地上，那就是浪费了。那我会把这个店家放在那个这店家资讯放在影片底下。它是在辅大，这是什么？东海夜市的，应该其中一个巷子。东海夜市一个其中一下子一转进来就看到了，那它招牌比较小，所以可能要找一下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啊。那如果你有其他的美食的话，你也欢迎留言给我讲哦。拜拜。